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空中主日学。小朋友们，好久不见咯，希望你们一切都安好，祝福你们每一天都开心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敬拜赞美咯，请小朋友们专心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咯。Today
个被卖。这是约瑟，哎，是雅各和拉杰的儿子。雅各特别爱约瑟胜过其他的儿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的时候生的。雅各做了一件彩色的外袍给约瑟，约瑟的哥哥们看见父亲偏爱约瑟，就讨厌他，不跟他和睦相处。有一次，约瑟做了一个梦，他把这个梦告诉哥哥们。他说，我们都在田里捆麦子，我所捆的麦捆立起来直直的站着，你们的麦捆都围着我的麦捆下拜。他的哥哥们问他，你想做王统治我们吗？因此他的哥哥们就比从前更讨厌他。后来约瑟又做了一个梦，他在告诉哥哥们，他说，我又做了一个梦，我看见太阳、月亮跟十一颗星星向我下拜。约瑟也把这梦告诉父亲，父亲责备他说，这算什么梦呢？你想你的母亲、哥哥们和我都要向你下拜吗？约瑟的哥哥们非常生气他，但他父亲却一直想着这件事。有一天，约瑟的哥哥们在替父亲放羊时，看见约瑟向他们跑来。其中一个哥哥就说，那做梦的来了，来吧，我们把他杀掉，把尸体丢在枯井里，就说他是被野兽吃掉了，这样看他还如何能实现他的梦。其中一个哥哥叫吕便，很想救约瑟，就说，我们不可杀他，只需要把他丢进旷野的枯井里，不要害他。约瑟一到哥哥们那里，他们就剥掉他的彩衣，抓住他，把他丢进一口没有水的井里。后来他们看见一对以实玛利人的骆驼商队经过，犹大觉得将约瑟卖给这些以实玛利人是个不错的主意，所以哥哥们就以20块银子的价钱将约瑟卖给了这些商人。后来哥哥们就带着约瑟的彩衣回到家里给他们的父亲，并告诉他们的父亲约瑟被野兽吃掉了。雅各为约瑟哀伤了好久，同时约瑟被卖到埃及当奴隶，他被卖给了埃及王的一个大臣侍卫长波提乏的家里当仆人。好，小朋友，接下来我们来回答问题。第一题，以色列最爱的儿子是谁？二，他帮约瑟做了什么？三，约瑟见什么向他下拜？四，为什么哥哥不喜欢约瑟？五，当心中有嫉妒与不满，就可能做出糟糕的事，就像哥哥们对约瑟做了什么。六，哥哥怎么和爸爸说约瑟的事呢？好，小朋友，接下来我们来背一背诗篇121:8，你处你路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再来一次，诗篇121:8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好，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处处保护我，时时保护我，我愿意常常信靠你，就不会害怕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小朋友们，在这里呢，传道要祝福你们，明天开学会很开心，好好的学习哦，小朋友们。
祝福你们每一天都能够非常的专心上课，而且呢，每一天都定时在家里读圣经和灵修。最后，要祝福你们明天端午节快乐，拜拜。